来，青瓜，进来啊！三百，来三百块，够不？算一够不啦？好好肉啊，够来够来呀！还有人不讲阿哥你也有人在讲嘛？来，再先回家泡酒呀。这要是新啊哦，来，再两箱来一下。我怕你用多啊，来来来来。最后一箱我问一下，有人来，我是先来，我来做起来，三百块我问一下，三百块，有人来无？三百块，无啊！靠了啊！老板，你拿一块电脑到我去，哎，头家来，哎，头家来，感谢你啊！还有人来无？三百块有，三百块有没有？你来无？快啊！快要收了哦！快！来，你来，偷偷酒会着无？要么就偷酒会无？好，感谢咱今日讲丁小，注意丁小人前来回应。偷酒安怎看有钱无钱？我看这若无钱，规只红地皮啦，规只红地皮啦，哦，比个死鬼遐红。来，搁有人来过来？你一人一块，一人两块，一人三块，也一人四只无？这几只钱能使？还四只？一人加四只，我咧钱要用台五百，一人四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有人要吃偷鸡了无？五百块，无人来，哎，安尼啦，那搁加落来加钱哦。那四只卖五百，搁加落来加，落来加钱啦，搁加钱，搁加钱啦。来，600块，你4-5只600，对吧？4只500，是几？125块嘛。第二只我算500块嘛。咱就咱极乐宫丁小雨香火鼎盛。几块过来？先卖700。700块，来等你了爱虾名喊声陈八字哈。哎小雨，我上次送你的苦瓜用完了吗？哎，快点嘞！每个我把香麦套丢过来了，过来没得套丢了，能不啊？哎，中奖了，还找我发货了，啊！哎，别我发他们，啊，现在只要花啊。我来买啊，套丢，我来买啊，后面一个，好不好？吃点啊，来。你要不要吃什么物件？你来跟我讲哦。
最近还阁有啥物物件有卖？哦，后壁阁有啥物冻货？虾皮啊，我们叫虾皮啊无？快啊！虾皮啊，哦，虾皮啊，哦，海鲜卷啊，伊有海鲜，有海鲜卷无？海鲜卷啊，你看会不会？今天有虾子吗？卖完的。来个现在套圈，个现在个公司改了，500块也没有人要。套圈 A 啊，我来买呀、啊、哦，我来买回来，谢谢。小雨早说嘛，来地、啊、地址再给我一次。葱油饼，我配几只狼牙棒上去。好、哦、来，来了没来？我啦，我来也无啊。哎，哎，海鲜卷先我话者，我海鲜卷要几只好不？海鲜卷要我几只啦？系啦。哇，这个多少鱼啊？还有虾，白青、鲷鱼、蚵仔、龙虾。谢谢。哎，这海鲜点先买，我来讲，阮这排海鲜点啊，你也食袂透，你白买嘛，你食来先买。你这鱼来讲，你等于头用钱。我提鱼，我提鱼。你炸过这些啊？哦。来、哦。谢谢。我喜欢绿色的。来，这个冷气了。这两块黄色的，这两块黄色是阿雄的。阿翔，你的绿茶，来，快讲啊！这顿去啊，做哟，这啊人烦恼啊，这烫着，这做点饭，啊无就是啊，加条啊米糕片啊，这顿去你该用7-8公斤钱，我讲无要食成啊冰冷冻一起来，只有10条，是要食个冰冷冻啊？啊不，你要钱存，唔免退冰哦，直接钱就使啊，唔免退冰。这啊，我起起来一条来30块啊，你想买海鲜就来去陪侬去买些，更安尼好啊。哎，不吃海鲜就啥嘞？吃买两块，吃买两片，一斤要吃四块，你话呢？一斤要买200，这两块买400，啥嘞？吃买两块，我招两个人买好不？买两块买400，买3块买300，200了，大伙。海鲜卷有没有？要里面有花枝，有虾仁哦。好，来200块，保证哦，真正好吃的，外国啊。哎，你等于几十条啊？反正这口我偏在嫌我。哦，我只吃200，你来都200有人来无？来头顶切来。哎。哎，200块够下来200块啦，还够200好无？200块够无？200块无啊？200块无人来。我问者，你要搞买100只手？你要搞买100块有无？搁两个啊？你搁两个啊？好来。哎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哎，有啊。我讲买一个啊，你要多少？1套100块，200块啊。两个叫卖方式，每个人的叫卖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强制去影响别人吧。就像本台立场都黄黄的，你不能让我把这一台弄成清流吧。中国搞定的，哎，这回500有人买哦，有人买，我看这几天有人买，会记得不？会记啊。